为什么只看到范冰冰的坏？难道没有人看到范冰冰的好吗？日前，有自媒体号发文称，范冰冰与李晨同时主动注销中国国籍与户口，并将汇丰银行 67.8 亿存款全部转移至美国。针对此事，范冰冰工作室转了一篇辟谣文章以示态度，文中指出李晨粉丝后援会早已针对此事澄清，晒出了李晨在那天参加某综艺节目的照片，证明李晨一整天都在录节目，根本不在美国。对于当前的范冰冰，所有人都看见她所有的不好，范冰冰的事件是真的很隆重的，但是想请问，有没有看见到过范冰冰的好？她努力到有今天的成就，经历的过程，有谁知道她的不易？让范冰冰成为真正成为范爷的戛纳红毯照，也是这些红毯装扮，让中国女星的东方情调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龙袍、旗袍、肚兜等中国元素都在国际红毯上成为焦点，几年沉淀中国风渐成气候，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至此，范爷的中国风就刮向了全世界。不知是范冰冰成就了中国风，还是中国风成就了范冰冰，但毋庸置疑，范冰冰绝对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带领新一轮的中国元素走向世界舞台。中国文娱大数据盛典主要侧重于在影视文化类名人中进行一些数据的盘点。而今年的公益影响力女星范冰冰获得 NOE。早前范冰冰在做公益的途中，路上遇到摔倒的小孩，她也二话没说的停车将孩子送往医院。虽然最后被孩子的妈妈冤枉说即将小孩撞伤，范爷依然坚持帮助。而范冰冰的这种精神是多少人能做到的呢？而且她的颜值是很高的，肤白貌美，细腻冻龄，真的让人好羡慕，就像图里说的一样，一个善良的人才会得到上帝的关怀。并且这些年范冰冰有没有因为流言蜚语而停止公益的脚步，在我看来，无论她之前如何，但是心本身就是善良具有爱心的。范冰冰的这些好，又有多少人会把她放在眼里呢？你知道范冰冰的这些事吗？欢迎在下方评论回复